大家好，这里是突然更新的肉搜，快马加鞭终于干完了 3.0。 话不多说，咱们进入正题吧。正餐篇，这家店我吃过两次，来弹幕点菜。我点了一个小碗的翘脚牛肉鲜血旺和红糖凉糕，鸭血嫩滑是红油咸香的调味，好吃，但我觉得调味不是很特别，而且要及时吃，不然会越泡越咸。汤头很鲜甜，下面垫了很多包菜，没什么味道，放鸭血汤里蘸一下还不错。牛肉腌制过非常嫩，配了一个干碟，味道参考六婆辣椒面和丹山蘸水。凉糕软软糯糯的，没有碱味，红糖味道很纯正，免费泡菜酸酸脆脆。都尝过一遍以后，就是愉快的拌饭环节了。有没有和我一样喜欢肉汤拌饭的？来举个手手。这家店饭点人太多，后面我又打包带走了一次。这两个菜我要着重夸一下了，我愿称之为下饭之王。泡椒牛肉丝，芹菜爱好者的天堂，巨多巨多的芹菜，好香啊！牛肉炒的有点脆，更加入味了。咀嚼芹菜的时候，偶尔还会吃到辣椒籽，口感进一步迸发。脊髓烧豆腐，豆腐超级无敌嫩，香浓的红油和碎肉末混合在一起，香而不辣，油而不腻。如果只能点一道菜，我毫不犹豫就选它。拌饭吃超级香，三下五除二就干掉了半盒。点了一个招牌双椒，本来是想吃点辣的，没想到一点都不辣，是比较鲜甜的味道，牛蛙的分量很足。插播一下，茶百道的茉莉白桃子好好喝呀，点无糖解锁清爽夏天。草莓牛奶麻薯也好喝，童年回忆高乐高的味道。红糖夹心糍粑软软糯糯也不错。这是一家比较实惠的湖北菜馆，我点了水煮肉片和干煸藕丝。水煮肉片用的是鸡肉，腌制的很嫩，汤汁勾过芡后就很挂汁，看上去红红的，其实一点也不辣，是红油的香味。下面还有一些豆干和生菜。干煸藕丝，莲藕裹了面糊炸到焦香，咬起来韧韧的，放了很多花椒粒，又香又麻，冷掉以后吃起来会有点油感，当零食吃着也不错。本来是想吃完粉试试就走，饭点实在人太多了，一个座位都没有，所以打包了一个小份牛杂回去慢慢吃。堂食肯定是会更好吃的，会有小锅慢慢煮，我看老板还往里面放了一块火锅底料。非常大一桶，满满的一层油，保温效果特别好。我上课回来后过了几个小时了，都还是温热的，夹了满满当当一碗开吃，包括的牛肉、牛筋、牛肚、牛腰和牛肠，还有几块炸豆腐和一些垫底的萝卜。牛肉和牛筋都非常大一块，牛筋软糯 Q 弹，牛肉肉香十足，都不是炖得特别烂的那种，越嚼越香。炸豆腐吸满了汤汁，豆制品的香味混合着红油占据了口腔。我不爱吃白萝卜，所以就没有尝了，看起来还挺不错的。真的好多好多肉，夹了一碗又一碗，感觉还有，除了牛腰稍微有点味道，其他的都挺好吃。日料篇，一进店就是浓浓的二次元风，橙黄的灯光，各种小手办小摆件，有几张小桌子和一长溜的吧台，线上点单对社恐十分友好。本来想小酌一杯，他们家的酒好像只能一瓶一瓶的点，于是选了杯科尔必斯。最先上的是芝士竹轮卷，满满的芝士直接溢出来，整体就是咸咸的味道，搭配竹轮卷脆弹的口感，要马上趁热吃掉还不错。明太子西葫芦料给的巨足，所以不可避免有一点咸，我觉得西葫芦烤软一点会更好吃。年糕比较普通，就是用海苔包着蘸白糖黄豆粉吃，吃一个就感觉好饱了。鸡脆骨放咸了，口感也不是很好，不推荐。鸡肉金葱卷全场最佳，甜甜的大葱加上软嫩的鸡腿肉，无论是中式还是日式烧烤都是 YYDS 的搭配。
酱烤鸡皮是甜甜的照烧味儿，每一块鸡皮都烤到了酥脆。牛肉串的主体味道就是黑胡椒加盐，软嫩多汁，能吃到牛肉的香味儿。服务还是挺不错的，店员小姐姐让我在某点评上打卡，写了评价，给我免了可尔必斯和一根烤串。据说老板娘很漂亮哦。走的时候我去了下洗手间，好家伙，大受震撼，各种海报，具体画面我就不放出来了哈，我怕不能过审。我找艺人时的时候偶然刷到了这家店，店面比较小，加上吧台也只能接待三四桌的样子。菊花茶用精致的小茶盅装着，很清香。点了鳗鱼饭定食，包括了餐前小吃、蔬菜、水果、蒸蛋和鳗鱼米饭。鳗鱼烤得挺好的，但是吃到鱼皮部分多少有点腥味，又加上油脂很多。我这个人吃鱼比较挑，吃到后面差点没把我送走了。但是喜欢吃鱼、喜欢吃鳗鱼的人应该会觉得还不错。他们家还有牛肉饭、拉面这些，我属实是跟自己过不去了，选了个不爱吃的味道。这家店我是抱着薅羊毛的心态来吃的，我看了一下，当时吃的牛肉饭套餐已经涨回36块了。顺道买了个古早万丹的车轮饼，蛋黄芋泥是绝配。真的好多好多肉，肉比饭多，挤点青柠汁配上温泉蛋就很绝。店员会帮你主动拌饭，用的牛肉部位比较瘦，吃多了也不腻，用海苔包着泡菜吃也很不错。例汤是萝卜炖老鸭，卷心菜里放的焙煎芝麻酱也很香。等你吃的差不多了以后，店员会给你送一杯清口茶，满满的花香。烘焙青池篇，好耶好耶，终于到了甜品环节。这家店吸引我的是它的装修，外表复古，有一种老上海的感觉，内部装修比较日式简约，摆了几张小桌子。我一看到日式面包、大骨这些就移不动道，两次零零散散都买了一些小面包。这个小妹妹一家是日本的，原来他们平时说话真的会像日剧里一样轻声细语，特别客气。豆乳麻薯大骨，面包体很松软，馅料用的应该是卡士达酱，分量还可以，就是豆乳味太淡了，有一点甜。麻薯炒得很好，刚刚凝固拉丝的状态，和手擀麦麸吃起来还挺像的，麦麸的面包体会更软更轻盈一点，香芋味的就没那么甜，刚刚好的样子，但是馅料有点少，能够吃到芋头的香味。酸梅汤还不错，酸味占主导，玻璃瓶子很好看，买好以后可以拿去马路对面拍照，非常夏天，不怕热的话还可以去西北湖转一会儿，非常安静。一直都觉得可露丽的味道有一点像蜂巢蛋糕，当然脆壳的焦香是不可替代的哈。尝起来有淡淡的香草味，老母酒的味道尝不太出来。咖喱鸡肉包好吃，浓浓的咖喱香搭配鸡腿肉，包体比较干，有麦香。紫米包的包体就比较松软了，和糯叽叽的雪糯米很适配，有微甜的回味。这个三个卖一条的面包有红豆、芋泥和菠萝包，红豆包有点干巴巴的，馅料不够足，菠萝甜包就是平平无奇的小餐包，不推荐买。这一家我超推荐，为了多尝试几种味道我去买了三次。怎么说呢，上一家店像那种学习方法还不错的好学生，这一家就像智商和技能都拉满的超级学霸，能吃出不仅配方好，而且技术含量也比较高。希腊酸奶吐司，面包体很松软，富有弹性，拉扯的时候可以看到组织很优秀。夹心是没怎么加糖的酸奶，中和了面包的甜感。最好吃的是表层金黄的那层外壳，有韧劲，糖粒嘎嘣脆的，越嚼越香。喜欢枫糖的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枫糖吐司了，
透过袋子就能闻到超级无敌香浓的枫糖味，面包起比酸奶那款更加糯一点，软一点，韧劲比较小。顶上的核桃好香的，我一个不爱吃核桃的人都觉得很不错。番薯烧，这是我觉得最耐吃的一款，红薯夹心管够，不会很甜，奶味十足，属于刚吃的时候觉得平平无奇，日后特别想念。这一款要中午或者下午才有卖，我最后一次去的时候都没买到，现在还心心念念的。肉桂的香味真的很霸道，但这一款能够结合馥郁和温和两种特点，属于不吃肉桂也能接受的类型。每一层都是满满的坚果肉桂酱，不用加热就非常香。提拉米苏是非常有特点的一款面包，店员会给你用保温袋装好，一打开就能看到表面满满的咖啡粉，整个包体非常松软，中间的基础面包剖开，加入了可可蛋糕和冰凉的咖啡奶油，特别有新意，会稍微有一点甜，但我还是一口气吃了半个，真的一点都不腻。玫瑰海盐卷，洁面很美，第一口平平无奇，咽下去以后会有淡淡的奶香一直停留在口腔里，越吃越上头，应该是用的玫瑰海盐吧，因为面包体没有吃出特殊的味道。这家店在中英街，中午来吃个三明治看看书。这一杯是花魁拿铁，我是个咖啡小白，加上拿铁的奶味比较重，我只能尝出它不酸顺滑，是一杯不错的饮品。牛油果培根厚蛋吐司，颜值非常在线，胖嘟嘟的，满满的酱料，应该是有番茄酱、黄芥末酱和沙拉酱。厚蛋烧煎得很嫩，已经熟透的牛油果软软糯糯，培根又增添了烟熏的风味，外面的吐司非常柔软，整个口味就很适配。整体环境干干净净的，有一整条玻璃窗口可以看到操作台，对面的停车场也很有特色，感觉可以出片哦。这家是武汉的本土奶茶品牌，地址在江汉路集装箱店铺这一块，灯叶杨枝甘露比较清爽，和茶百道的味道有一点相似，整体比较稀，当时比较热，我几口就蹲完了。无霜爆浆烤奶，鲜奶口味，表面用喷枪烤了焦糖层，黑糖珍珠也很香。西瓜蜜多肉，这两杯是他们做外卖促销的时候买的，两杯一共11块，很清爽的西瓜汁味道，但是茶底的感觉不太好，我喝完有一点心慌，也有可能是我喝太快了，太冰了，有点上头。